最近迷上了一款火影系列的跑酷手游。哎，有人求救，先救人。原来是白，这一段真的很喜欢了。哎，还有一个，你救还是不救呢？哎，救吧救吧。作为骨灰级火影粉丝的我，看到还原故事情节这么高的手游，真的是戒不掉了，推荐给大家哦。